别人都说呀，术有专攻，可是我玩这一行玩了十几年了，不怕大家笑话啊，夏普这个录像机我第一次见，大家千万别笑啊，所以说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。来，我们把它打开，这是全新的遥控器，说明书，再打，漂亮，生宝倍儿新啊，里边盖上盖，真是全新的，一点划痕都没有，太漂亮了。插电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这手怎么就那么欠呢？如果说我要不把它打开啊，是不是可以卖更高的价格？在90年代的时候，这一台录像机差不多得3000米左右不？哎呦，你要把它打开了，得不值钱了。